票选前三大卖的最好的那个蜜月蛋糕，好漂亮啊！短一短一，哎，好扎实哦，漂亮哎！它里面好扎实，来来来来来来，哇哦，超棒，满满的芒果，Hello， 大家好，我是德瑞克。今天的话，我们来到了北车。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新竹帮个朋友庆生，而且上一次宜鲁的侄子吧，算侄子吧，侄子出生的时候，他姐姐选的那个日的那个蜜月蛋糕很好吃，它是好像是一个是什么日本蜂蜜的，然后是网络票选，算好像是2017还2018年网络票选最好吃的蜜月蛋糕。结果我们才发现是之前我们拍过的，它已经算蛮有名的，跟阿叉蛋糕是差不多。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回去，我们想说啊，我们买蛋糕就买它的，而且顺便开箱一下，就票选前三大卖的最好的那个蜜月蛋糕来给大家吃吃看。啊，其实也是自肥的。好，走吧。对，这边，我们这边是北车的门市，在大厅旁边而已。谢谢你，帮我拿一下，谢谢哦，拜拜。好，我们现在走到旁边的星巴克，然后我们先偷吃几个，等一下再带到南部去。不是南部啊，星巴克。这个的话，我觉得哇，我不舍不得拆，好漂亮。哇，这个棒，满满的芒果。香吧，哦，擦，超厚的，它底下是蛋糕，超爽，吃吧。它的鲜奶油好吃、哦。它底下的鲜奶油会腻吗？不会。不会，它的鲜奶油好吃。啊，你吃它芒果甜不甜？它好像还有布丁哦。还有布丁啊，对，还有布丁，然后里面还有布丁哎。然后这个是我们买给我们新竹朋友要庆生的，我先给大家来看一下。然后你自己偷吃。不能吃的，不能吃，不能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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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超漂亮的。这个真的超漂亮，生日礼物应该不丢脸了吧？把它收回去。对啊，要不然等一下就把它吃掉。然后来吃我们的重头戏了，蜜月蛋糕。我们这次买的是三个，是这个橘叉屋哦。橘叉屋，我们不能打广告。对，马掉。他们每年都会举办票选，然后这是票选前三名。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是什么？是巧克力粉。哇靠！哇，好像超像木头，而且它外层这一个是。Oreo 的粉呢，超厚的，吃巧克力那种，它巧克力浓到会麻，而且它是后面带点苦味的那种苦干的，所以它不会死甜。这个应该是比较适合是像我们这种30岁以上的大人的口味，巧克力巧克力很可以哦，我吃看它上面，好香哦。因为它中间还有巧克力的慕斯，这个还不错。等一下我们全部吃完以后，我们再来评比三个哪一个最好吃。好，那我们来吃第二个。第二个这个是我看一下什么口味哦，枫糖。枫糖的话，听说它有加那个莱姆葡萄，所以它莱姆葡萄加奶油卷，听说这个人气也很高。哦，有闻到味道了。哦，对啊，它那个枫糖味好浓哦。哦。它看起来是外面是这个蛋糕体是就是加枫糖，所以它有点褐色，然后里面还有这个莱姆酒泡的这个葡萄干，然后加上奶油，这个应该很赞哦，来试试看吧。好吃哎，你可以它的那个葡萄干有那个淡淡的酒香，它的那个蛋糕体就是枫糖的味道，它就是等于说蜂蜜改成是枫糖味，然后可是我觉得它的奶油很赞。我本身其实不太敢吃葡萄干，我不过我以前就觉得它是很黏。你想到哪里去？这应该不能说吧？它的奶油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中间中，因为它奶油不会很甜，所以它奶油跟那个葡萄干的那个酒香跟枫糖香，可以利用奶油把它融合在一起，这个很棒。嗯，
我个人是偏爱巧克力，可是这个让我惊艳。对，这个让我惊艳。好，压轴我们来吃它这个最招牌的蜂蜜蛋糕。哎、对，它是做双层的，好漂亮，好漂亮吗？短一短，好扎实哦。那像那个上面像那个盘，那个叫什么鸡枕吗？短乳胶枕，乳胶枕。好扎实哎，整个都是超扎实的，几乎没有空气啊。对啊，短一短一。哇，它第一口进去蜂蜜味马上冲出来，鼻腔都是蜂蜜味。这个小孩子会喜欢，蛋糕体本身感觉得出来，它没有加太多的油跟糖，它不会太甜，也不会太油，摸到也不会有那样 QQ 的，很绵密的，完全没有空气，哇，超软，简直就像是18岁少女的肌肤。简直就像是28岁少女的肌肤，比较适合是小孩子吃。小孩子喜欢那个蜂蜜那个甜甜香香的味道，怎么？我会喜欢它的口感，可是我喜欢那个。你应该是比较喜欢那个蓝姆葡萄的，蓝姆那个蜂糖。口味，我会喜欢它的口感。它口感很绵的，超绵的。蜜月蛋糕，我会觉得我的话啦，我会弄莱姆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最大方，送起来最大方，而且你蜜月的送的年龄大部分都是已经出社会的。所以会比较适合是有一点，它有里面有一点酒，然后吃起来又加那个奶油的滑顺，我觉得那个是最多人吃。但是如果你是要送给像是大学生的话，巧克力 Oreo 巧克力酒， Oreo 巧克力酒也超好吃。然后这是小朋友吃的，因为它而且它又够绵，它不用咬，它就直接按下去就没有化下去，超好吃。对对。好了，那我们的话等一下要去搭赶那个火车了，简单来做个评比。这一次叉屋的这个票选前三名的蛋糕的话，如果自己个人单纯口味来讲，我喜欢的是Oreo 卷第一名，然后第二名是莱姆卷，然后第三名是蜂蜜。因为蜂蜜的话它的口感我很喜欢，但是因为它比较是偏蜂单纯的就是蜂蜜香跟甜，所以会比较适合小孩。那我喜欢巧克力，所以我觉得 Oreo 很好吃，而且它的 Oreo 是苦甜各半，然后又不会太浓太烈的感觉。那莱姆的这个葡萄的这一个蜂糖，我觉得是最安全牌，就是它的年龄层可以覆盖的很广，所以你送明月的话，我觉得还蛮适合，都很适合。你第一名觉得是莱姆葡萄的那个蜂蜜，第二个是蜂蜜，然后放了巧克力，因为还好，还好，巧克力比较是看个人，因为事实证明一样名扬海亚的，所以我们的口味都仅供参考。其实不过综合起来，最安全牌就是蜂糖莱姆，这个是大家最多人接受的这个口味。好了，那这一次的评比我觉得很不错。那蛋糕我们很期待吃那个去那边吃那个芒果草莓蛋糕。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或者是说你有其他的地区的想拍那种各地的那种很隐藏的那种早餐店，你也可以留言跟我讲。拜拜。